处都没有放过。新北市政府青年局发起了公益清洁活动，携手做工的人作家林立清和更生人皆有一起爱护环境，获得汽车业者和 NGO 的支持。活动希望能够走进社会的不同角落，来聆听更多生命的故事，翻转社会的刻板印象。